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头，我要为你介绍一位特别来宾。这位特别来宾，哎，我跟他们讲，哎，雨田，现在在介绍节目，你这个脸哭哭啼啼的样子多难看、啊。奇怪，介绍节目，你这个脸怎么板着的苦瓜脸了、啊？不是、啊。我不跟你们讲，你们就不会知道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我讲了，你们就会知道了。是是是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那就要讲啊。是啊，我还没有说啊。哎呀，你一句也没有说呀。他这位特别来宾，平常在电视剧里头啊，老是演一些很可怜、被欺负的角色。所以我一见到他，我就想哭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张又琼啊！啊啊啊！太厉害了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啊啊！医生，拜托你帮我一下忙啊！哦，你大不大？没有帮我，我一看到他就哭到现在了。哦，你的眼泪好多、啊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们怎么了嘛？一看到我每一个人就哭，都那么伤心。哎，你们不欢迎我来上节目啊？不是啦，欢迎欢迎。我们是平常在电视剧里头啊，看到你经常演那种什么小寡妇。哎，不是小寡妇，小媳妇儿。对对对，小媳妇。经常被人欺负、打呀、骂呀，可怜呀！哎呀，我们看着感动，可怜啊！可怜你呀！那是演戏呀！演戏的，演戏哦，演戏，演戏惯。那你真厉害啊！这个。说要掉眼泪，马上就掉眼泪了。可以的。他眼泪好像自来水啊。对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那你平常一定是很喜欢喝水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很喜欢喝水啊。难怪了，你说有眼泪马上就流了。难怪。我一样，我也是很喜欢喝水。哦，那你一定跟我一样很喜欢哭咯。我喜欢上一号。整理波嘞，一生一世讨不了好老婆哎，人
家的老婆是绣花又绣布哎，俺家的老婆有一双大花脚哎，亮呀亮亮啊八十多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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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一嘚儿飘飘飘一飘。我命苦哎哎真命薄，一生一世讨不了好老婆，人家的老婆是绣花又绣多哎，俺家的老婆有一双小钢脚哎，两呀两两啊八十多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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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一嘚儿飘飘飘一飘。你还好意思唱啊？唱什么？你也不怕给口口唱干呐、啊？已经很久没有下雨，大家都没有水喝了，你还唱什么歌啊？哎，你这个人奇怪了，我唱歌你就喜欢捣蛋，你是嫉妒我呢，还是羡慕啊？哎呦，你说我嫉妒你哦？你美丽哦，你漂亮哦？哎呀，吵吵吵吵，你吵什么东西嘛你？你们两个人怎么一见面每次都吵架？于天，你来的刚刚好，你来做个公证人。我唱歌他就喜欢捣蛋，你说这像话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讲啦，不是说我在捣蛋呐，我意思是说这样的哈，已经很久没有下雨哦，大家都没有水喝，他还在唱歌，你唱歌不是说会把这个雨唱下来，对不对？哦、唱唱。哦，你们就是为了这个不下雨的问题在吵架了。是啊。哎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有一个人呢，能把雨唱下来。哈、啊，有面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真的。哎，刘副处。什么事、啊？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位啊，为了这个不下雨的问题在吵架。哦，要下雨啊！啊，你老本行。哎，塞工塞工作外号。对对对，你可以把雨唱下来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本行本行。你要下小雨，或是下大雨，或是中雨都可以。随便随便，有雨就可以了，有雨就好。好的。哎，你要到哪去啊？哎。什么东西啊？卖冰淇淋跟冰棒。一清清啊，地灵灵啊，好听五路四海众心灵啊，急急二路灵啊，急急到肝情，肝情也有分枝，也有酒，也有四果甲餐刀。台北中山北路土北头，中山桥啊头，高雄古早是打狗，台北市是全大楼，恁三个后摆变老狗啊！我没有养。阿莫你八里红杰，没有啊。阿莫你八里红杰，没有啊。有鱼，有鱼来了，真的下来了。来了，不是盖的啦。真的行啊，真的下雨了，不是盖的啦。哎，不要碰我，你快扫他们那边嘛。原来是假的，假的，骗人的。我吹牛，再来骗人。塞工作啊！你这个塞工作啊！还要你不要跑！骗人说啊！看走好！清风吹来飘飘我衣裳，逆流吹掉夕阳在天边。彩云絮囊四野炊烟起，乌龟的牛儿走过杨柳岸、啊在天边，
银须满四野炊烟起，乌龟的牛。